今天是父亲节，我说七句话。第一句话，今天社会的最大悲剧是父亲缺位。父亲在哪呢？在工作，在出差，在远方啊，唯独没在孩子身边。即便身体在孩子身边，心也还是在工作，在出差，在远方。第二句话，今天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孤儿浪子的痛苦，不知道父亲是谁，缺失父爱，缺少父教。第三句话，今天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机。信仰危机的本质是天人相隔后的天人分离，父子失和，我们成了亚细亚的孤儿。在风中哭泣，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。第四句话，如果只有地上的父亲，我们终将成为孤儿；如果只有地上的盼望，人生终将绝望。第五句话，五千年最大的中国梦是什么？天人合一，数千年的浪子和孤儿要回到天父的怀抱，人人皆天子，擦去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悲哀，号呼痛苦。第六句话，没有任何的成就能够比美家庭的成功，没有任何的成功能够弥补家庭的失败。第七句话，祝福并盼望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阿爸阿爸阿爸，为了好浪。